胃息肉吃中药治不好，吃西药也治不好，吃什么药也治不好，是吧？药物不可能治愈这个息肉，哪一个药？刚才我讲，你就不可能说是吃药吃的把胃息肉治好了，不仅是胃里边的息肉治不好，哪儿的息肉也吃药治不好，肠道的息肉也治不好，胆囊的息肉也治不好，只要发现息肉，不管是微创的还是手术的，那么就要经过手术的方法去治疗，啊，那么用药物是治不好的。那么这倒是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课题，我们医生需要去研究，是不是今后会创造出研究出一些方法来，研究出一些新药来，那通过吃药能够把息肉能够这个吃的都没有了，吃的它消失掉，不管是真息肉还是假息肉，或者说胃息肉、肠息肉，或者说胆囊息肉。那么要不如果现在能研究出这样的药物的话，我感觉能获大奖啊，可以获诺贝尔奖。现在的这个目前来说，中药西药还都做不到这一点啊，还需要去进一步的研究。